哟，帅哥姐姐啊，嗯，哎，叫过来，对啊，嗯，来来来，哎嘿嘿嘿，哎呦呦呦，真的叫过来啦，哎，嗯，哎，叫过来啊，你只会后退不会前进的，你看你又后退来了，哎呦。把他鞋弄好一点嘛。哒哒哒哒哒。你的鞋哦。呀呀。这个鞋都找不到头了。这个鞋哦。弄好了呀，你给他好好干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王。今天啊，因为我们用田种的罗汉果嘛，田主要是太平了，要积水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沟给开了。你看，已经把那块已经开过来了。哎，这个开沟一定要开深一点，不然它积水对罗汉果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要开沟，要开几天好好的，就是这一半田嘛。哎，难搞啊。慢慢来，用那机子开沟又不好开沟，所以用人工了，人工也差不多的，两个人快一点。这个人工真的有点难挖哦，肯定是累一点嘛，没办法呀，农民做事就是这样子咯，为了生活，加油。哎呦，石头也多，国宝。每一块田都要开沟的，这个也要开沟，也要开了几天，好好的。这开沟是定桩啊，定珠的可以了。哎呀，定珠可以，打桩可以。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。头一年做的就是这样子嘛，第二年就好了。头一年做的慢点。还要装拉网什么的，都是。这个哎，24个小时在这里做事，都有事做。这段时间肯定了。这个要挖宽一点。
都是二三月份下雨最多了。对啊。这个苗要栽进去，现在要把它防好一点，挖那个深一点。到时候你赶都赶不及。是啊。现在做好一点，到时候就免得那么忙。这样够深了吧？挖宽一点。竹头都让我罢工了，这个一下子就出来了。主要这个是这个泥巴太硬了，哎，差不多一年没有下雨了。哎呀，出来！哎呀，做事真快，一下子就是一半天了。啊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把这个剪一下。小白菜回去吃。这个够你个去选了，那也很快啊。这种嫩的好吃一点。好是好吃啊，但是难剪啊。今年干旱，你看菜都不好。这段时间都算有菜了。是啊，浇了很多次才有，浇水的浇了几次。选那种大颗一点的吧。大颗的等一下它又开花，我们就有那个菜吃啊。哎呦，哎，拔了一颗得两颗。喂，那条鲤鱼比较大哦，你看这个水都要干了，很浅很浅的水了。你看那条比较大嘞，哦，还行哦，过年就有鱼吃咯，有一斤多了，有几条比较大放在这里。啊，也够一餐了，也可以了，回家了。